600 từ vựng tiếng Trung, cấp độ HSK4, trên kênh Panda Studio. Đây là phần thứ 5. Giả. Giả. Câu này là giả. Giá cả. 从去年开始，汽车的价格在降低。 坚持，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减肥。 我每天跑步减肥。减少。顾客减少了三分之一。 建议。我建议明天休息一天。 将来你打算做什么工作？ 奖金。 年底公司会给大家发奖金。降低。秋天来了，温度开始降低了。 秋天来了，温度开始降低了。降落。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 交。我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交流。 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丰富。交通。
交通。这个城市的交通糟糕极了。这个城市的交通糟糕极了。郊区，郊区。我住在郊区，离市中心很远。我住在郊区，离市中心很远。骄傲，骄傲。我感到很骄傲，因为我顺利毕业了。我感到很骄傲，因为我顺利毕业了。饺子，饺子。中国人过春节要吃饺子。中国人过春节要吃饺子。教授，教授。李教授说话非常幽默。李教授说话非常幽默。教育，教育。爸爸经常教育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爸爸经常教育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接受，接受。他接受了别人对他的批评。他接受了别人对他的批评。接着，接着。他看了看表，躺下接着睡觉。他看了看表，躺下接着睡觉。结，结。我差点忘记了下午还有一节汉语课。我差点忘记了下午还有一节汉语课。节约，节约。请节约用水。请节约用水。结果，结果。你看比赛了吗？结果怎么样？你看比赛了吗？结果怎么样？解释，解释。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明白。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明白。尽管，
尽管。尽管我认识他很久了，但是并不了解。尽管我认识他很久了，但是并不了解。紧张，紧张。第一次演出，他很紧张。第一次演出，他很紧张。进行，进行。警察正在进行调查。警察正在进行调查。禁止，禁止。公共场所禁止抽烟。公共场所禁止抽烟。京剧，京剧。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经济，经济。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经历，经历。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经验，经验。他在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他在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精彩，精彩。你们的表演真精彩，大家都很喜欢。你们的表演真精彩，大家都很喜欢。景色，景色。日落的时候，海边的景色很美。日落的时候，海边的景色很美。警察，警察。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警察。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警察。竞争，竞争。他很自信，喜欢与人竞争。
很自信，喜欢与人竞争。竟然，竟然，我完全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我完全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镜子。镜子，他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头发很乱。他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头发很乱。究竟，究竟。你究竟为什么哭呢？你究竟为什么哭呢？举，举。你能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单词吗？你能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单词吗？举办，举办。这个活动由我们来举办。这个活动由我们来举办。举行，举行。会议2点钟举行。会议2点钟举行。拒绝，拒绝。他拒绝了大家的邀请。他拒绝了大家的邀请。距离，距离。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有300公里。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有300公里。聚会，聚会。明天有个聚会，你想参加吗？明天有个聚会，你想参加吗？开玩笑，开玩笑。别生气，我在开玩笑。别生气，我在开玩笑。开心，开心。大家玩儿得很开心，甚至忘了时间。大家玩儿得很开心，甚至忘了时间。
看法，看法。请说说您对这件事儿的看法吧。请说说您对这件事儿的看法吧。考虑，考虑。我会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会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烤鸭，烤鸭。听说这家餐厅的烤鸭很有名。听说这家餐厅的烤鸭很有名。Phần thứ 5 đến đây là kết thúc. Các bạn hãy đón xem phần thứ 6, chuyên mục HSK4 trên kênh Panda Studio.